一切众生无不有欲，是实。欲是欲望，我们今天讲的感情，以这个欲里面也讲的烦恼啊，贪嗔痴慢，这都是欲。色呢，身体，这一切中任何一个众生，他有身体啊。识是分别心、执着心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身体，有贪嗔痴慢，这是欲色识这三个字就代表了，这叫做众生。此三者若不转矣，则永远轮回三界六道。这三样东西，这你说得好啊，转矣，不是讲断了。为什么呢？断不掉，不能断的。它是从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，它要断了，那真如本性也断掉了，也没有了吧？要把它转变。把欲转变成智啊，智慧。贪嗔痴即是戒定慧呀，把这个转成戒定慧呀，把色转成圆满报身啊。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四十八愿里面看到，西方极乐世界人这身呢，都是金刚不坏身啊，不生不灭。把识转变成真如本性，叫你转了，因为识就是真性，迷了就叫识，悟了啊，识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，就是真性，转，要会转。如果不能转呢，那就永远在轮回里面受苦受难了。你要问为什么？轮回就是这三个东西变现出来的。你在六道里面永远不能出六道，就是欲色识啊，在那个里面有加减乘除的变化，一念善心，贪图好境界，三善道；一念恶心，造作恶业，就堕三恶道。就善恶在那里加减乘除，六道生成。就这么一个现象啊，这是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。唯独佛跟我们说得清楚，